平常心讲，我看到这个麦克风也是怕，可是哈、哦，尽量就是想说练胆子，不然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可是我都有点像台湾国语的，不好意思哈、哦。真实最美。是哈、哦，把大家欧气呀。投入感情的话，那个再来调一下就可以了。